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。他如果想杀我的话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可是他选择了在公安局杀我，这是一个很愚蠢的方法。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还是小心点儿。 进去吧，跟我一块儿进去。姐答应你，以后绝不帮国民党做事了，但我也不会跟你去延安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会离开哈尔滨。 等战争结束了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记住，你程大哥没来之前，你绝不能出公安局。 坚定正义党国，狗屁！军总，闭嘴！他妈蠢女人，竟敢拿自己的妹妹冒险！他蠢，你他妈的比他更蠢！他妈一群蠢货，成职不足败事有余！这帮王八蛋也太嚣张了，都杀到咱家门口来了！是，局长。 我们都布置好了，全城通缉宋红玲。还有一个事儿，要是我们碰到宋红玲，她要是开枪，我们打还是不打？不到万不得已，尽量留活口。报告，局里来了电话，说是宋家二小姐来找您。 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姐姐在哪儿？陈大哥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姐姐。
他答应我了，不再给国民党做事，他说到就能做到。但是你不要通缉他。我这么跟你说，你姐姐救了我，她现在很危险，国民党一定会追查这个事儿的。我通缉他呢，就是想在国民党抓到他之前，找到他，对他进行保护。那你也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雨涵，别太担心了，希望在我们找到你姐姐之前，她是安全的。这样，把你们家在哈尔滨所有的产业马上列个清单给我，我们好逐步排查她可能躲在哪儿。对，你别担心，你姐呢，暂时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军统那一套她很清楚，现在关键是你，你很危险，所以这两天呢，你就跟文锦在一起。对了，明天派一个人到她家里边拿一些行李。好，去延安的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。上校级别的高级特务背叛保密局，引起了南京上下震怒。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下令，国防部保密局组织特别行动组赶赴哈尔滨执行家法，务必除掉宋红龄，以儆效尤。哎呀，楚军长，兄弟是初到贵宝地，人生地不熟，这次行动还得仰仗军长多多帮忙啊。宋红龄坏我大事，我比你更想让他死。嗯，可是这个事儿啊，我们真帮不了什么忙了。哎，楚军长，您这话可什么意思啊？您不会是想自扫门前雪吧？你们军统执行家法，跟我们确实没什么关系。党国建威，哼，楚军长不要老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嘛。再说了，回头我们向白部长汇报的时候提一句老兄，这面上不也好看吗？好说好说，行。听，军长，哎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是你们保密局行动组的白组长。你好，白组长，贝人杨景秋。哦，你就是杨景秋。政协秘局长这次亲自派我到哈尔滨来，只有一个任务，处决叛徒宋红龄，希望你能够配合。要了解情况，没有人比景秋兄更清楚的了。请。请。我知道你们多年假扮夫妻执行任务，你们天天朝夕相处，他怎么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竟然能闯出这么大的纰漏？郑局长这次火很大呀，如果这次处决失败，第一个受处分的恐怕就是你。我对党国并无疑心。报告。说。宋红龄的妹妹从公安局出来，被人护送回到公安局的宿舍了，之后就没再出来。听说他要投共，明天会跟一些人去延安参加什么培训。至于宋红龄这边，没有半点消息，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他，到处都是警察，我们打听不到什么消息。就这些，还有没有别的线索？说。公安局的人去宋家拿出一个行李箱，别的没有了。行李箱？对。景秀，宋红龄只有这一个妹妹。是。那这妹妹一走，姐妹俩什么时候见面呢？可就说不准了。她应该明天会送一送吧？我看未必。现在国共两党都在抓她，她一定会去的。我这次来之前看过宋红龄的档案，她一贯是个喜欢兵行险招的人。去延安的人什么时间出发？明天下午。好，明天的行动你是主力，你跟他假扮夫妻这么多年，对他的心思应该是最熟悉的。我，这可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。党国和女人谁重要，你要想清楚。只要他一出现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得先带人到火车站去趟趟路。楚军长，
兄弟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说好说，请。留步。见。金宇轩的交易不能再拖了，这是重中之重。你马上联络他，不管明天行动的结果如何，交易就定在后天。哎，卖香烟了啊！卖香烟，卖香烟嘞！香烟，卖香烟嘞！卖香烟嘞！卖香烟，卖香烟嘞！卖香烟嘞！卖烟了。香烟，卖香烟嘞！卖香烟嘞！哎，先生，给我香烟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卖烟了，卖烟了啊！卖烟了。买香烟嘞！那什么意思呀，大哥？估计上次冲进茶楼的那帮人，是他们国民党内部的人。明白了，这是要功啊！你说这帮人也真是的，钱还没到手呢，这不扯犊子吗？他们内部的事咱管不了，只要别再出乱子就行了。好，那后天怎么安排？不过有一点，我得提醒大哥您，这国民党的人可心够歹的，连自己人都敢动手。程强几天前故意把宋雨涵等人离开哈尔滨去延安的消息放出去，他相信宋红玲会出现，但同时也可能引来大批的国民党特务，那将有一场恶战，但无论如何，要保住宋红玲的安全。没情况。上去吧，你姐应该是不会来了，行李都给你拿上去了。文晶姐，陈大哥，一切就拜托你们了。放心吧，你不要为难我姐姐。放心，怎么会啊？上车。一路要小心，进去吧。起来。
看看，让我看看。
赶紧抢救！是，是，快！来，慢点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血已经止住了，但必须马上手术。子弹离脾脏太近，很容易引起脾脏破裂大出血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病人就有可能死亡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准备手术吧。谁来做？这个手术风险已经太大，我做不了。我们医院技术最好的是宋医生，可是他现在不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事儿我们来解决，你先看一看他。那行。局长，怎么办啊？去，把宋红玲给我带过来。是。局长，我不同意让宋红玲做手术，她是国民党特务，要不是她，温景能成现在这样吗？让她做，我不信她。我可以不做这个手术。但你们还有其他的医生可以做吗？医院里这么多大夫呢，我就不信找不着一能做手术的。不管谁做，也不能让你做。所以这个手术还是由你来做。局长，不能说了。好，但有些话我要先说在前头。你说。他的情况我很了解，子弹距离脾脏太近，稍有差池，脾脏就会破裂。这个手术的风险性太大，我不能保证一定会成功，但我保证一定会尽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确定这个手术还是由我来做吗？不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伤者的死活跟你的手术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还让你做干嘛？别说了。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，这个手术还是由你来做。我相信你是个医生，但我更相信你是个好医生。绝喜子，不喜子，你听我说，他是国民党特务，但他也是个好医生，对不对？我说了对不对？对。我跟你说，我相信他能救汤文锦。你好好想想，他本来是可以跑的，他为什么留下了？啊，你动动脑子。文景，来来，快快快快！怎么样了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在他完全清醒前，这段时间都属于危险期。
谢谢你啊！把宋医生带回局里。是。局长，是不是先让他休息一会儿？还是回到局里再休息吧。 安全起见，我不会再来了。还有，韩九之死了，死了，被秘密处决了，跟金条舞弊案有关。你这么帮我，楚鹏飞要是知道了，他不会知道。现在他还算是信任我。 我本来今天去火车站，是要杀你的，可我。
我下不了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离开这儿。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你，保重。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 不杀你，我愧对党国；杀你，我对不起自己。哈尔滨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，就算给自己最后一个交代。交代，锦绣，现在时局已经变了，我们比任何人都要清楚，贪腐的政党。 注定是没有未来，没有希望的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这么执迷不悟。我杨景修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民国革命时信奉三民主义，跟随中山先生闹革命，立志拯救国家于危难水火之中。 虽官场呼吁横流，我恐难独善其身。锦绣，你再听我最后一次，这不是命令。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我不想你死。难道你的心里就只有那个党国了吗？ 还有你，如果没有遇到你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如果没有遇到你，我可能活得会更简单一些。这辈子，我最重要的人物。 我仁至义尽，你好自为之。不要让我再看见你。 行动失败了，白组长他们殉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宋红玲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，我们本来要杀他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城里也设了很多关卡，我绕了很多圈才回来的。宋红玲被共党抓了，倒也省了咱们的手脚。 明天的交易是头等大事，我们必须好好盘算盘算。来，这个地方。
保密局的人全军覆没了，宋红玲她最后是被杨景修给救走的。现在人在哪里？我跟踪他们到了一个福利院的附近，但是我没敢跟得太近，就跟丢了。宋红玲现在背叛了党国，一旦有机会，不惜任何代价杀了他。是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明天我们就要跟晋轩做交易了，武器到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攻城了，你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。是。沈啊，谢谢你，赦免我的罪，怜悯我。上次纯属是个误会，这位是二十七军的楚军长，自己人呢？金强呢？